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65期的节目。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传世系列的 Robust Indiscar 的火躯，它是先前大概已经将近一年以前的影席的一个改模。那这款玩具的话呢，老玩家呢似乎对它的恶评非常的多啊，觉得它有各种的不还原，还有使用了跟影席同样的模具啊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对影席的模具本身评价并不差啊。我当时玩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模变形啊什么的各方面来说还算是可以的。那做工来说呢，这一次的火躯的话呢，也是各方面关节都还蛮紧实的。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车顶盖这个密合度的话呢，我觉得比影席的话好像要再略差一点点。我觉得我的这一根手臂啊，跟这个顶盖这个地方的结合好像有点小问题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对那个火躯这个人物的话呢是比较陌生的，我只单纯只看这个模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还不算太差。武器的话呢跟影旗不同，影旗是黑的，它变成白的。白的话呢是感觉当然质感上会比较差一点了啊。如果是黑色的话可能还稍微有一点质感，那你扣在顶盖啊也行啊，扣在后面也行。那我们就把它拿掉之后可以看一下啊，轮胎的滚动性呢也还算可以，透明的黄色的这个车窗，那这里有漂亮的火焰纹，不过呢只有特定角度才会显现出来啊。这个呢当然是你要说它哇好神秘哦，特殊角度才会浮现出来啊，也可以了。那你要说哇这个没诚意啊，要特殊角度才看得到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个本来就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它了，一个 muscle car 的一个引擎涂出来的一个样子，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一个外露引擎了啊。那车形态其实就是真的是还蛮好看的，不过体型的话呢是比Deluxe 你可能还得稍微再小一点点啊，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。那火焰的部分的话呢在车头一样是有的啊。那我们就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。首先的话呢两侧的车门给打开，这个打开啊，这里的话呢顶盖呢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组合的，所以它会扣在一起。那手臂上这个盾牌呢不拿下来也是可以完成变形的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里它的大腿在这里啊，大腿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在这里，大腿在这里，它的大腿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啊，后面这个车子的尾部拿下来，这里卡扣这里松开之后，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往外侧掰一些些啊，往外侧掰一点点啊，把它给掰出来。那后面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从这边把它给打开之后，从这里把它往外面啊掰一点点，这样子。这个模具其实说实话，就是它一旦你全部变形卡上去之后，它真的是还蛮紧实的了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车头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往上推上去。好，往上推上去，然后呢，两个部件先往后面折一点点就好了，先把脚给放下来好了。脚放下来之后的话呢，鞋尖把它给放下来。然后呢这个部件折上去啊，把它给往上面反折上去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在变火躯的时候，我是把它的头呢稍微转一个特殊的角度，因为呢它的头两侧没有相同的造型，这边会比较凸一点点出来，所以我是转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，让它看上去比较平均啊，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影响了啊，反正我就是这么变了。然后这个轮胎本来是在这个部分，我们把它往后面折过去。好，然后呢这个双动这里有多个双动关节全部往下折，那主要是这个地方啊，这里有一个 L 型，记得把它给折起来。好的，然后呢把它往这里扣上去。那么我们这一款 Robust Indiscar 的一个火躯，它的变形呢就算是完成了啊。这个盾牌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，往前放往后放看你个人的喜欢啊，以拍照的时候好看为主了啊，平常是这样推可能会好看一点点。那附带的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武器好了啊。武器的话呢有几种表现方式，第一种啊，据说是可以摆成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是在影席的时候好像就可以这样子摆啊，据说是十字弓的造型，没有问题，觉得可以这样子摆的。那也可以单纯的把它拿掉就好，它就是一把大枪。然后呢啊，我网上看了开箱影片，在老的玩具的话呢，它的肩膀两侧造型啊没有一致，所以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呢，你还可以把它的这个好像可以把它扣在肩膀上啊，会致敬到它的一个老玩具的造型。
哎，为什么扣不带上去？啊，好吧，大概是这样子吧，还是反过来。OK， 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还有一个，就是把它扣在侧边，啊，变成一个手臂的臂甲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本身还可以握成这个样子。这个都是在做隐形的时候给大家做过示范的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如果给我们一个特效键的话，就变成光剑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在手上，啊，这当然也没有问题。它的背后呢，一样，啊，可以让我们几乎是做一个完美的收纳了啊。那后面这个披风啊，火炬后面有没有披风啊？我是不知道了啊。Anyway， 啊，胸口这个部分倒是跟火炬的插图，我上网看了一下图片，应该这个胸口是做的还是比较像的。那据说头雕跟原本的样子差很多，可是呢，如果说我不认识的话，我来看这个头雕其实也不是说很难看了啊、哦。还有一个单边的一个眼镜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雕看了我一眼，说我的战斗力只有4而已，连5都不到，哈哈，因为对方是农夫，我可能连农夫都打不过啊。那它的一个整个关节的紧实度啊，刚刚有提过了，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实的。做工来讲，这一款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那当然可能有一些那种你有老玩具的情怀之类的，你可能会觉得它不可原谅。但是对于我来说啊，对于原本的模具的话，没有什么特殊好物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玩具做的还是相当可以。变形也算是有点意思啊，造型也好看，那这个涂装什么的其实都不是很差的，都不是很差的啊。虽然说这一波的玩具大家讨论度很低啊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就与各位分享这款火炬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